现在各种品牌拢好重视商标、广告语等等，代表家己特色嘅物件。好嘅广告语，往往令人印象深刻，给品牌宣传带来巨大嘅效益。大概是讲，就让我想起1930年代，汕头市新平路有一个名作“三一起球”嘅起球铺，商家为了凸显家己嘅起球质量好啊，水墨直雕也袂烂。就用了直摸不薄这个成语来做广告。人民看起来似乎得见问对了不？一强调的是家己山边的质量非常好，坚固耐用啊。但是这个成语本身是用于形容一个人俭实，这个对于品牌宣传加加减减，还是有一撮负面的影响，不是很妥当。后来三一祈求直摸不薄。也就成为一条歇后语，到空前当流传开来。大家当爱形容一个人咸湿的时候，就会当哈哈，这是三一起球啊，直摸不挂。